行李箱也太专业了吧，我还在想来着，我说你从哪儿给我整个镜子了哇塞，真的闪现了我的眼。今天的这视频呢，会有我、我的朋友、星星哥哥，还有专业的摄影师傅拍摄，所以说这个画面是积攒在一起的。哦、oh, ，cool，very cool 你好。Pinky 소비도좀봐대도쓰이면妈咪也在这儿，我妈咪的短头发居然都给她弄成这样子，真的，你们简直太有技术了。你爸今天结婚哎，小 boss， 来看看这个结婚的也没睡醒，哇，怎么惊呆了？你这表情，卢卡，卢卡，卢卡。你干啥呢？满意吗？很满意啊，好像那个《红楼梦》里的那种感觉呢。值此天赐良辰，初冬之际，景玉之时，爱女出阁，这一书到尾，豆蔻年华，待嫁深闺，再书书到尾，嫁作人妇，白发凄美，三书书到尾，高贵无邪，平安相随，眼中双丝，手中缠，换来女子俏容颜，结成龙凤配，百年举案共齐眉，新娘命存离景不清，燃香燃浅尘之香，许美满之愿，一拜谢天地福佑，祖宗成全，再拜愿父母身体康健，家族昌盛，三拜告别父母，告别宗族。玲珑轻轻唤，对白如东方啊，琵琶琴弦，只羡鸳鸯谱。龙华已经知道，金姑爷的来啦。值此天赐良辰，我家公子前来迎娶贵府千金，呈上大宴一对，夫妇二人信诺终生，呈上迎亲文书。Yeah, your toast, go, come here. OK, well, good. 此刻临行心绪，丫头跪下，跪拜岳父岳母，百年好合，以私家礼，恭听成礼。啊，妈妈的茶，父亲的茶。也恭喜今日傅家添得乘龙快婿。我家公子既然如此有才，望您家千金初次我们相过文这一关。书法大家。对呀、啊，你看，洋洋洒洒的语气两个字。嗯，这语气两个字，来抽奖吧，这个。你看还是你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来恭喜杨哥。好，一起扬名。哎，不是，来恭喜。Another shoes. Toilet. 啊，所有人找到有红包啊！位置里也可以找。No, another one maybe. 哦。Yeah, bravo. 掌声一下，掌声一下，耶！你们都他妈打过，你们都他妈打过。想念的，就不要跟着我。左边右边都欣赏一下，对，哇，怎么那么好看呢？这是个蝴蝶还是个蜻蜓？蝴蝶吗？好大的阵仗啊！哇，还有这么多人，真的是八抬大轿哎，真的是八个人来抬哎！我的天哪，有点激动。就准备新郎上马了。带着卢卡走在妈妈前面，来。兄弟们，情意相依。
是鸳鸯不羁情。我这么异的人，我妈有几百人，有一千多人在围观，什么都在问，真结婚假结婚的，反正以为我们拍戏了，真的开心的，我就时不时我就这样子。你现在觉得唐子拉好看了吗？昨天还有点小犹豫呢，就是昨天还犹豫了呀，因为我觉得我像女儿国的国王，我就觉得那个人配不起我，你知道吗？应该不会摇头了吧？然后我也不能低头，你知道吗？略带奇怪，必承其重。你知道不能低头，不能皇冠会掉，皇冠会掉。美绝，这个就是凤冠相配。哇，这辈子都体验过了。Look how so beautiful today. Super beautiful. Super beautiful.So handsome. 五十献瑞，吉时将至，正婚将起，诸君安坐，以待观礼。方喜堂成一桩婚约，燃通灵之香，祈天地福佑，观我巍巍中国，源远流长，也恭祝今日新人终得以三书六礼迎凤冠霞帔，以三枚六聘娶十里红。按照中国传统婚俗，将行三拜大礼，恭喜新婿新妇面天地，一拜天地华语，提醒新婿新妇面父母高堂。心腹面对面，今日成亲华堂前，红飞凤翅结良辰，夫妻对望。
这何酒酒，苦中有甜，甜中有苦。欲尽新人大婚之后，班鼓与共，福祸共尝，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离，万作同心结。心虚的长兄一起侄儿来到心虚的身旁，亲爱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中午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不远千里的到来，见证他们人生中最重要幸福的时刻，我在这里谢谢大家。愿女儿女婿携手百年，家庭幸福，两个宝宝在你们爱的包裹中平安的成长，愿你们恩恩爱爱，相互我理解。在这里，我还想对女儿说：你平安、幸福、健康、快乐，是妈妈最想看到的。你分享高不高？不重要。你幸不幸福、快不快乐更重要。妈妈也希望你一直保持初心，看待得失，也希望你去追寻你的梦想吧。女儿飞的确实很远，结婚14年，我们从欧洲芬兰来到中国的成都举办这场婚礼，妈妈说得很开心，但是说着说着女儿就哭了，因为这些年这些情感就他们自己才最清楚。Я скажу більше питань, то у тебе то не так багато, ти не пелея якого дана. 就很喜欢玩电脑。大白毛给你，我有注意，电脑可能还有点深，这边呢 ，Internet 的。谢谢互联网。Juutsin veljeni Jaakko toi ensimmäisen kerran virallisesti näytille Justuksen ristiäisiin. Aika on vierähtänyt ja Justuskin on kasvanut jo tällaiseksi miehen köriläiseksi. Juutsi, sinä olet tuonut meidän elämään kansainvälisyyttä ja uusia mielenkiintoisia ruokaelämyksiä. Sinä olet esitellyt meille muun muassa seksuaan pippurin ja meidän kaikkien tulisen ruoan kestävyys on noussut pilviin. Voisinkin tässä sanoa, että kiinalainen ruoka on yhdistänyt perheemme. Toivoisinkin, että hyvä ruoka voisi yhdistää kokonaisia kansakuntia. Meillä molemmilla on lapsia ja sydäntäni todella lämmittää, kun näen kuinka hyvin heillä leikki sujuu yhteen. Perhe on tärkeä. Ja on aivan mahtavaa, kuinka olette Jaakko ja veljeni Juusi. Kuinka olette tehneet kovasti töitä meidän perheidemme yhdessäolon eteen ja yhdistämiseen. Toivon myös teille, Jaakko ja Juusi ja teidän perheen onnellisia hetkiä ja pitkää ikää ja yhdessäoloa. 同结连理，百年好合，能够永远在一起。谢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的婚礼，谢谢大家。感谢互联网能够把中国的美食，把中国的传统婚礼带到我们芬兰，带到欧洲，带到全世界。此时此刻，一群心绪心腹再次行礼致谢，掌声不已。今日一对龙凤夫妇携手引入新刚才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仪式，然后现在我跟包子哥去敬酒。Now it's your time to shine。哎呀，这个小侄子。哇！阿姨现在喝了有半瓶茅台了。嗯。我最喜欢。Chicken foot, but is a black chicken. Oh, really? Okay, I have to try. They look good. They look like fish.
this time with the cake. A like face as the butter is not. This is rice cake.嗯、那个 flower 那个新婚快乐，你祝我新婚快乐是吧？我无所谓。我要送给大家的喜糖啊！哎呦，小包子都拿不下了，这么多，这么多，你看，没有很多小伙伴可以吃到爸爸妈妈的喜糖的哟。来吃吧，吃吧，特别好吃。蝴蝶。好吃吗 ？It's OK。那得饭。OK。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就往里面放哈，你可以闻一下味道，喜不喜欢？嗯。放玫瑰吗？一样。橘子皮很清新，有果香味。哦。嗯。哦 ，congratulations。OK。哦。This is actually quite difficult. A full hug. 啊？我让你看。张老师就进来了，Up your head. 嗯？handsome more boy. No boy, a man. 3, 2, 1. 演到嘞！哦，就你一个字写的吗？哇！大家都在饭点看你的视频，真的很下饭。是不是没有想到吗？别哭！但是为的就是那个对对对你就是凑数的对性格可以啊真的是我女朋友也哭的没有没了每周就是在寝室里面就是看你的消息看别破别破没有想到当天会来这么多小伙伴，非常感谢大家陪伴我度过了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拜拜大伯，新年快乐！这一天下来啥感受啊？现在头特别痛，真的吗？正好下午4点整。
那我现在已经弄了12个小时了。啊，真的是你早上4点就起床了？4点半才起床，从早上到现在就一天喝点水，然后吃了2个小包子，这些子全是我从我身上。真的，这都100个吧？先开始在做仪式的时候就已经哭了3次，然后刚才见到这些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就又控制不住，就大家都是跟我一样，就是都是特别感性的人，真的就是说到这种动情处就真的是会控制不住这种情绪。相爱14年，我俩来自跨越13000公里的中分岭，今天在大家见证下终于完成了我们梦中的中式汉服婚礼。感谢大家来看这支视频，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我们在下支视频再见。地久天长接连你一双双双膝，心想你。